从就是你的孕期开始到哺乳的时候，就是等于说你会有就是妈咪会有大量的 DHA 需要就是分给宝宝食用。那像 WHO 它其实是建议妈咪每天大概可以摄取200毫克，素食随便乱吃，就是其实基本上是不太好去摄取到这个营养的。而且你们知道200毫克的 DHA 等于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等什么？5只小龙虾。30只炒虾，这三片鳕鱼吃得了这么多一天？吃不了，所以就是说你也不可能每天都吃30只炒虾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就是我们只要吃一颗，它就可以就是补充我们一天所需的 DHA。到底哪里可以买呢？我跟你们说，哪里买最划算，你知道吗？所以现在大家只要上某某购买2瓶 DHA 藻油的话呢，就会送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他现在送的礼物超多的，他送什么？还有送这个，噔噔，这个 LC40 的七力装。然后除了这个以外，还有送什么礼物吗？送了这个以外，还有送什么？还送什么？还有送这个，小狮王辛巴的，就是这个婴儿沐浴躺椅，还有这个 Black Hammer 时尚保温袋。哇！你知道这可以装什么吗？可以装什么？就是热热的母乳。保温母乳是？保温母乳。强力直送。保温袋。